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元。OK， 现在的时间呢，其实会比平常早一点啊，因为通常我们都没有这样早醒来的。今天会这样早醒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点紧张，因为今天呢，我约了一位女网友过来我们的家。这位女网友呢，是我在探探上面所认识的一位女网友啦。然后我先讲啊，我不是私底下跑去认识女生啊，啊，这个东西 Cherry 知道了啊，这点我要解释清楚先啊。OK， 话不多说，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嘞？就是这样子啦。OK， 就是样貌清甜，就是可爱的一种类型啊。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把这位女网友约过来我们家嘞？因为今天有一个比较特别，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企划，就是讲今天我跟 Cherry 还有这位女网友，我们三个人要联合起来，就是二诊楼下的他们。OK， 先大略给你们讲一下我今天的二诊计划是怎么样的。等一下呢，我就会让他们觉得 Cherry 是已经出门了，可能跟 Findy 啊、跟 Jasmine 啊他们两个人出去逛街之类的啦。总之我会让他们知道 Cherry 今天是不在家的，然后我也会把 Cherry 的鞋子收起来，然后等一下我会藏一下隐藏式相机在楼下，拍着他们的反应跟表情，就是我趁 Cherry 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带女生回来家里，然后还进来房间之后呢，晚上的时候 Cherry 就会假装好像抓到我带女生回来房间的证据，可能找到头发还是什么之类的啦，然后Cherry 就会叫他们上来我们的房间，就是评评理，然后看他们身为我的兄弟会选择帮我隐瞒，还是选择道德，就是会跟 Cherry 老实的讲我带女生回来这件事情，就是想要看他们在面临这样的场面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抉择。然后底下我会把这架相机藏在楼下的地方，然后我会连接我的手机。 OK， 这手机是可以连接这架相机，就是讲远程操控。所以话不多说，你们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等一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Let's go。 现在这位女探友 Wendy 她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家了，然后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然后我是跟阿元从探探里面认识的。对，然后我们是在我也不懂他的 account 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在探探帅到我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 send 那个拍照了过后在 Insta send 给我，就问我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你这样。可是探探呢，他们现在探探是有那个人脸辨识系统，所以你帅到我呢就真的是我，因为我已经认证了那个探探的 account 了。然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Wendy， 为什么你会玩探探这个 app 呢？纯粹因为我爱讲话，然后喜欢找人家谈天，然后就跑去玩探探。今天呢就约这位 Wendy 过来这边，然后就认识一下，然后我想要顺便帮大家验证一下探探上面的用户跟真人啊是不是会不会有相差，因为有些人喜欢用照片来骗人嘛，然后就是真实了是完全跟照片一模一样的，所以探探是没有骗人的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会等一下会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然后该我带你上来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也是很惊讶，你没有看到他们在下面就是我听声音我就觉得很好笑。对，所以你要继续躲到晚上的时候，然后等一下你再假装趁他们没有注意，你再假装从外面好像赶回来这样子。 OK 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等一下那个计划继续进行。看你要选哪个笑声啊。
也是可以啊，你加 fat 哦，就是我的猫声。怕你听不到，对不对？开始开始。就这样。啊，阿伟啊。好，拜拜。拜拜。哦。快回。雪莉要回来。哈哈哈哈哈哈。我先回事，啥？这个啊，这个老婆是不是在约？你再换一个字吧。他下次不在家，是我的约。对，现在周末我们各位，你在家还听呢？小弟在吃啊。你好美。你在家还听呢？好吧，做菜。做菜在楼上做，不是在楼下。做菜，少要洗。不要玩你。切一切，洗的是。你们叫多么在给伯伯我总之等下请你就回来了 OK 然后如果我觉得你很奇怪啊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我觉得你很奇怪啊你整个总之你不要理记得啊如果他问起的话你们当做什么不懂啊放字卡放字卡我觉得那个地方放字卡有点好吧OK， 现在已经隔了差不多应该有六个小时吧，现在已经七点了，所以等一下呢就会有第二场戏要上演了，也就是我跟 Cherry 会假装吵架，然后我觉得等一下哦，你的理由就是你嗅到这个房间有不一样的香水味 ，OK， 然后你找到黑色的头发，因为你是巧克力色，看不住啊，没有啊，就随便啊，因为要弄好的。Let's go。好像我们已经整治了一轮这样。直接喊喽，小明，家俊上来。我的呀！坐。我在大电视间的时候是。下午。几问啊？几问？问么？下午有人来过吗？他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家一回到来，他说这房间啊有不一样的女人的香水味。确实是有味道啊。你自己嗅看，你嗅看。哎，你嗅我。有香味吗？你嗅看。不能啊，这个萝卜对我来讲是萝卜，可能对来讲是。确实是有别的味道。对。哪里有味道？床花香。花香哦，花香，花香。花香是花香味，香水又是香水。所以你想要表达我？就是有人来过。有人来过的代表我。不要讲，你们不要绑他。那、啊、你们做我证人啊？我是。然后我找到这个头发。啊？恭喜。所以家俊是知道一点东西、啊。我问你，我不是，我问你，他知道，他比较清楚。你要拉住边。啊，你啊，我讲啊，你住沙发这样久吗？啊，你是不是在地上随便都可以找到他的头发？问题这个颜色不一样。他竟然懂这条不是他的嘞？我的不一样颜色啊。我看这条我换颜色，他讲这条黑色，你看一下这条是不是黑色？这条是黑色，我是可可色，所以是不一样颜色的东西来的。可能你的头发差不多可可还黑色。没有没有，这个很明显就是黑色。很简单的吗？你直接你们直接做我的证人。啊，有还是没有？你直接跟他讲。老师讲不了，老师讲不了。他比较清楚，其实我那时候我是没有什么。我知道你有话讲。我在剪片，我在剪片吗？你在教我做东西吗？啊，讲这么多做梦，我直接讲没有就可以了。是啊，没有。没有有没有我不清楚，因为我就是在剪这片嘛。什么叫不清楚？你一整天在楼下。我就是在楼下罢了，我又没有在楼上，我也懂楼上现在是楼上的地方。哎，人家如果有人来，不可能从楼上的门进了吗？哦，没有了，这样子我只能讲没有喽。所以是没有人来过。你们确定吗？我不清楚，我不确定。你们摸着良心讲。我没有去注意。确实，整个房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那有不一样 ，everything 摆设都一模一样。就你还要来讲哎？讲过。明明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一定是有人来过。我觉得你们自己先对了，我是不懂啊。楼下了
清白，今天早上只有你跟小明在家吧？应不应该讲啊？所以是有东西啊？什么叫应不应该讲？所以是小明他不要去，就是站在他那边啊，他不要，他没有讲实话啦，所以是看到有东西啦，所以有人来过是吗？做你要这样诶？不用讲啊，我怎么不能叫你不用讲，不会听着啊。如果你再讲的话，我就没办法哦。这样我一定要拿 cam 出来哦。所以今天这个我不懂算是成功还是算失败啦，应该算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他们没有给太大的那个，对，他们没有给太大的反应，所以我怕吗？所以感谢你的诚实。 OK， 你可以走了，谢谢，谢谢你。OK，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来到了尾声啦，然后其实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也主要是想要测试一下探探这一款交友软件，它里面的那些用户啊，到底就是照片跟真人会不会 不符合，或者是会不会很难约，或者是约出来过后他们的性格会不会好像很奇怪这样。所以经过了今天这一轮实验过后呢，是不会的，因为探探他们现在有那个人脸辨识系统，也就是讲你是不能够用别人的照片的，不管是你用宠物的照片，或者是用风景的照片，或者是用明星的照片，这一些照片呢它都不会通过审核。然后当你认证成功过后呢，你的头像那边就会有这一个蓝色的勾勾，这样子蓝色的勾勾就代表你已经通过了认证。然后如果通过了认证之后呢，系统就会优先将你推荐给更多其他用户，也就是其他用户可以帅到你的几率会更高啦。然后经过我帅了这样多轮之后呢，我发现探探上面其实它跟其他交友软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个人觉得探探上面它的用户的颜值会比较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比较高。然后其实它有个功能就是快速配对，也就是讲呢，你按了这个快速配对过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谁已经点了那个喜欢你，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选择，然后你也互相点那个喜欢过，你们就可以马上的配对，就可以马上的进行聊天啦。 OK， 以上就是我总结了对探探这一款交友 apps 的一个使用心得的一个用户反馈这样子啦。然后今天也邀请了一个真正有正在使用着探探的这个女探友来访问了她用了探探过后的那个真实反馈，她也觉得就是探探上面的人都不会很难约啊，然后她也觉得探探的用户颜值都蛮不错高的，然后今天也有他第一次见面，也觉得他非常的健谈，也很愿意交流，然后人也非常的亲切友善这样子啦。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今天这个影片是我有史以来花过最长时间拍的一个 prank 影片啦，我觉得啦，没有记错的话，印象中好像是这一部了。拜拜，我们下集见。